今天是霸王卡丁车冒险岛，它的新增了故事模式。主要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对话。然后它的拉克兰是在剧情模式里面才出现。白雪人。这个就是白雪人里面的剧情了，就白雪人的出生剧情里面有一段，就有一段去射手村的。出错了配方。气球，我看看有多长。到后面才拉开来。次元的军列，这个不就是平克宾他出生剧情？粉色豆豆，平克宾。一个冰和白雪人，他俩在出生剧情有碰见过了，好像在白雪人出生剧情有跟花蘑菇跟一个冰有一段对话，虽然那个剧情很短。蘑菇洞。也是老，也是老巨星模式常见地图。OK， 很顺利。勇士之路。这是一个教室里面，我终于不是初学者了。短中分，中学课堂，情报，射手村的老师。魔法师协会的人，然后就爬到射手村。蓝色盔甲，粉红色长袍。啊，这又是个限定时间跑图。150。150啊，也有点难度。OK， 没问题。枫叶气球。Okay， 熟悉的世界。他的名字叫白日。就是平克宾想回去，但是他发动不了传送门。获得胜利者，啊，这个是个比赛。
毛病。然后今天是星期四，生日派对。胖墩，蛋糕，还要限定碰撞词是吧？八次。好，完成。你的诱惑，找吃的，蛋糕，这追击赛。胖墩的生日，他们抢走了蛋糕。胖墩的视角却超过白雪人，寻宝奥尔卡。这个特殊是以码头那个地图为止，然后做了一个任务地图，还有倒计时，就是这个吧，就这个。兔子气就是奥尔卡。长袍，摸检查点，这是验速度的一个跑图。短中分勇士，后面有多是什么石头？是什么石头？瞬间移动。甩开奥尔卡，
戏。白雪人对决，又是个竞速图，跟他俩对决。哎，这是拉克了。哦，终于有拉克兰，这个地图没有正式出来。噩梦时间塔，拉克兰那边的塔。哇，这飞到街。哇，这是那个 clean 的，这边是那个舞跳舞街那边，舞街占领区那块地方。哦，这有个跳台。圆形碧路之地。然后那个黑的，然后这是时间塔，噩梦时间塔那一部。哎，路西德，我看到清道夫啊，那就叫黑的，然后跳下去。好，就这样子一圈。这飞到街，然后这舞会，舞会那个叫圆形碧路之地，然后舞鞋占领区。直接盖上去。对，那个时钟、时间塔，然后这都是清道夫。就这么完成了。他还原好多这个拉克兰里面的图，这一连贯。拉克兰，那个路西德，梦之都拉克兰。另外一个拉克兰的图，哎，对，它是两个图，用芝士蛋糕。碰撞次数，
科兵的特殊技能。音乐盒。要撞盒子，哎，可以。不折不挠的奥尔卡。道具三，雨露西德装迷藏。露西德的翅膀，还有个迷宫地。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两个。然后再就找一条中路，这里哦，在这儿，这有个音乐盒。
掉就死了。换这里，不是这样，是入刚进来的你，刚进来了。哎，是这里。在这是条死路，都是死路。哎，这有个音乐盒。这个倒。白雪人的家，应该最后一个任务。又是坡路啊，这是送一个徽章。这 EV 然后要超过他，他速度不是很快呀。
来，全部完成。冒险岛寻找。好，看一下都拿到了什么东西。中大。角色是一个兵，一个兵，短中分。锅盖，锅盖，冒险岛气球，海风力气球，白雪人气球，平克冰气球，控制碎片。路西德，路西德之翼，它这个效果，它炫光效果，染色剂，一个变染色剂，比如说，给它这样子，的染色剂，车胎效果。这车胎效果看一下，车胎效果是这样子，好像有个枫叶印记的。好，这个就看到这儿，然后就八月的话就会出了路西德地图了，它现在还没出，它是在，它只是在故事里面会出那个，在故事里面会出。故事里面会出这个图，这还没有正式出，它应该就有两张图，一个道具，一个金属。那就看到这儿了。